You are part of my life. You're my shining armor. Now I'm pretty sure we will come to the end. Just me, the dream make it come true.前几天拍的，他当时工作累了，休息的时候拍的。长相不错，跟你很般配，妈放心了。长相不错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满嘴跑火车的药酒贩子。兰兰，这只小羊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下次我们把那只更大的也买回来，好不好？妈妈说家里太挤了，不要买那些没用的。再说，搬家也好麻烦。爸爸一定努力挣钱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买一个自己的房子，兰兰有单独的一间。装修的漂漂亮亮的，买什么都装得下。嗯，真的吗？当然了，爸爸什么时候吹过牛啊？那拉钩。来，拉钩。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。回家。来。
这次啊，给小叶的那个评语写的差一点，就说他不适宜在咱们这工作，让那安兴医院赶紧把他调回去。哎呀，国长您糊涂啊！我们都觉得这个小叶差，那这安兴医院为什么用那很差的医生啊？是不是？可也是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是想啊，要不咱代表村民啊，给他弄一大堆这个锦旗寄到安兴医院去，哎，给那个黄主任施加压力。哎。 这主意好，还是你有办法。你们就别替我操心了。要真寄一大堆锦旗过去，那我还不得尴尬死？这有啥尴尬的呀？你这一大早到村里头又是量血压又是送药的，这本来就做了好的工作了，是吧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没什么好夸的。对了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村里的路可通了啊！啊，我们都知道。 你怎么知道？商务有村民来看病，没有，那个小路走了。陆朝夕走了？啊，这网通了，路通了，当然人家走了。怎么你还想留他吃中午饭呀？打招呼。你是不舍得他走，对吧？看您说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了好。
入职会我没有去，现场应该很精彩吧？很精彩，我还以为你是故意不去的。我虽然很不想参加这样的会议，但早晚都得跟老工程们会一会。你觉得他们现在是怎么看我的？纨绔子弟，挂名院长。准备什么时候再安排这样的会啊？我觉得越快越好。不过徐院长和秦主任人在外地，最快也只能是下周一了。行，就下周吧。合作拍纪录片的事需要推进吗？策划案我看了，没什么问题，但我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好，如果你还需要其他资料，我来问他们要。对了，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个医生的资料。是想要聘请还是谈合作？准确来说是算账。是我们医院的医生，叫叶石兰。不急。好。黄主任，人送外号“马腿先锋”，他最喜欢做的就是迎合徐院长，为徐院长马首是瞻。黄主任，久仰大名啊，我是陆朝夕。哦，陆院长啊，哎呦。可算把您给盼来了，以后还请多指教。哎呀，您看您说话太客气了。您先忙您的吧。好，那我先忙啊。哎，院长，您慢走啊。毛头小子。先锋。什么？我没说话。高院长，我听林特助说你回来了，我赶快过来看看你。啊，那边坐。哎，您喝茶吗？哎，不喝，刚喝过了。不忙了。啊，其实应该是我去拜访您的，可这一天工作耽误了，还没来得及呢。哎，都一样，高叔叔不是外人。你看，我呀，给你带来了一盒茶，这茶我喝着不送，你尝尝。这是从武夷山专门带回来的岩茶，好水配好茶，用你这武夷山泉水泡，刚好合适。我不太会品茶，但你要觉得不错，那肯定错不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还有这个，这是钱院长的助理休产假走了，我一想，你这不能缺一个跑腿泡茶的人啊，刚好，人事科啊给我送来一批简历。我亲自面试，选了三个还算机灵的，你挑一个。连这种小事你也亲自管啊？哎，这可不是小事儿，生活无忧了，你才能更好的工作呀。也是。哎，我听采购经理说，你以个人的名义买了淘汰的 B 超机，还有一批药品，这是。有什么安排啊？没想到这种事他也跟您汇报。不过也是应该的，这些年医院里的采购都是归您管的，我就想悄悄给山里诊所做个小捐赠。嗨，做慈善呐，这事儿你应该早跟我说。那药厂的人我熟啊，我去跟他们谈，肯定谈一个最优惠的价格。好，那就麻烦您了。不麻烦。哎呀，这想当年呀，
我在你爸爸手底下做事儿，陆总就常讲，企业挣了钱了要多做慈善，要多多回馈社会，这一点你跟你父亲特别像。我跟我爸比还差着远着呢，还得多努力。好嘞，我要不啰嗦了，你忙啊。高院长啊，谢谢你见面礼啊。喝好了再找我。阿姨，嗯，这个药是一天三次，一次一粒；这个药是一天两次，一次一袋。我记不住啊，都在上面写好了。我不认字啊。嗯，好，那没事，我帮您一顿一顿分开装。谢谢啊，没事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我不是，你等一下啊，小易，小易，来了，电话。喂，你好，对，我是，在诊所，那你送我来吧，好，再见。什么事啊？叔叔有我一车货要送过来。这小露露是真讲信用啊！看看这 B 超机，雪中送炭呐！咱们以前真是误会人家了。你说这房婆婆的眼神是真是太不好了，怎么把人家小露看成是卖药酒的？都怪我，是我先入为主了。哎，所长，这小鹿不会真的是安心医院的院长吧？可是我刚才上官网查过了，还是原来的老院长。哎，没准这小鹿啊是富二代，随便呢编个身份掩护自己。有钱人呐顾虑多啊，能理解，能理解。哎，真好。小易，是不是后悔没留个小鹿的联系方式，错过了小金龟啊？我是后悔错怪他了，什么小金龟、小银龟，我才不在乎啊！对对对，咱们小叶啊，这个有骨气啊，自力更生，勤俭致富。哎，我问你，那个这月子述职报告你递上去之后有没有反馈啊？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回去了，所长，我被调回去了，真的，我被调回去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你们看，你看，啊，调回安心医院儿科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终于调回去了。进。院长，按照你的意思，面试走了个过程。我调查了一下，其中一个是高院长的远房晚辈。另外两个没发现关联，估计是想等我选了人之后再想办法收编吧。这么着急在你身边安插耳目，看来是心虚啊。谁知道呢？不过你确实需要一个助理，要我来物色吗？不用。这是你要的叶诗兰的资料，他来安心医院一年半。半年多前，主动申请去桃园村做医疗援助。临行前，因为一个病人去找高院长，让许院长接了一台几乎不可能成功的手术。虽然叶石兰的援助期早就过了，一直以来考核成绩也不错，但黄主任一科室满员没有，没有调他回来。你觉得这个高院长当时为什么这么热心啊？高院长不是医生，是从行政管理升上去的。许院长是技术派，医术精湛。他的声望越高，对高院长的威胁就越大。这个叶诗兰
被人当枪使了，还蒙在鼓里。你被困在桃源村诊所的时候，跟叶石兰有发生什么事吗？你指什么？姻缘。你的思想很危险啊。姻缘没有，冲突倒是不少。那就好，因为我还听到了另外一个八卦版本。说来听听啊。据说叶石兰一直暗恋他们科室里一个叫江怀民的医生，两人是同期，因为告白不成功才主动向医院申请去桃源村，一是避免尴尬，二是治疗情伤。估计你也不感兴趣，我汇报完了，先走了。谁说不感兴趣了？走，看看去。乖乖，我们不哭啊，我们不怕不怕，就做个检查。小朋友，咱不害怕啊。叔叔呀，只用这个听听你肚子里啊有没有小精灵。原来肚子里才没有小精灵呢。没有小精灵啊？那没有小精灵，肚子里肯定有小怪兽，不然的话，你的肚子怎么会疼呢？对不对？不哭啊！叔叔给你看一个好东西。噔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要不然这样，你自己听一下。如果肚子有小怪兽呢，你就跟孙悟空讲，让他呀把怪兽打跑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听一下啊，听听小怪兽。哎，真乖！来，怎么声音也没有？什么声音也没有？要不然这样，叔叔帮你听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！这哪来的？刚书套里掉的。这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私人物品，你一样也不许动。果然是去治疗情伤吗？吃饭去吧。猜今天中午这顿就差不了，果然大餐呀！今天什么日子呀？下午小叶就走了。今天下午就走啊？前几天跟您说了呀，瞧您这记性。怎么，舍不得我啊？舍得，舍得，留在我们这儿没前途。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。好。别忘了带好吃的啊！您就知道吃，您现在有三高，饮食要克制。哦，对了，我这桌子上有个小笔记本，等新来的医生到了，你们记得交给他，上面有你们俩饮食需要注意的地方，还有几个慢性病人的用药情况。我还画了个小地图，我刚来这村里的时候啊，感觉这路都一样。哎，小叶，你干脆别走算了。为什么？你看你这筋糙的。就好像是诊所缺了你不行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来之前，我跟所长没饿过肚子，是吧，所长？你做菜也好吃。你呀，回去以后就好好工作，别操这心操那心的，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。还有，遇到事儿啊，多想想，不要冲动。你脾气还得收敛着点儿，别再得罪领导了啊！知道了。今天的鸡腿特意没有剁开，每人奖励一个。以前呢，小孩子才奖励吃鸡腿。以前那是穷。哎，你不吃啊？
我吃鸡翅，我要越飞越高。我走了。哎，走吧。做梦了？没有。怎么会梦到他呢？会这样，都怪那个黄主任。哎，是有点乱哈。我是最近晚上熬夜赶稿才这样的，我平时也收拾。真好。啊。医生，非常感谢杨作家。别叫我作家了，叫我咖啡小妹。还没掉马呢？那能随便掉吗？要是被我那些同事知道我每天晚上都在写总裁和小娇妻，肯定背后里笑话我。那你正好全职写稿啊。嗯，小聪明作者哪有资格全职啊？而且在咖啡店工作是我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。对了，你上次跟我说已经调到我们安心医院附近的那家分店了。嗯，换个环境，多找点灵感。
我前阵子卡文，老觉得大反派有点太普通了，想给他来点反差萌，那怎么也都找不到合适的。结果有一天，店里面走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男客，从包里拿出了一个保温杯。你好，我要一杯粉红草莓奶昔，打包带走。我当时就受刺激了，这么少女心的爱好简直太适合我的反派了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，谢他。我可太同情他了，那是他的荣幸，好吧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说的那个假冒院长后来又被证实是个富二代的事儿，回头再给我讲讲呗。电话里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哎呦，我要听细节。不要，你肯定又要胡编进你的小说里了。我不需要这份荣幸。那怎么能叫胡编呢？那叫艺术加工。落难王子遇到刁蛮野丫头，多带感的故事。去你的，你才是刁蛮野丫头呢。哎，再次恭喜你回归安心医院，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，加油加油。这趟幸福的列车也曾经大雨滂沱，那一刻风吹过，留下太多未知的颜色。你实在没有必要一大早来接我，我车已经修好送回来了。为了确保今天的会议正常进行，我觉得很有必要。那相比在桃源村蒙冤受难的日子，我还是更愿意开会的。那我得感谢桃源村了。对了，今天叶诗兰重新回来上班。我知道。你这么关注叶医生吗？每天都在辛苦斗法，就不能找点事儿娱乐娱乐吗？娱乐娱乐，先去一趟银行吧。好。庆幸遇见你，啦啦啦，庆幸遇见你，啦啦啦啦，庆幸遇见你。时间像个坎坷，他目睹了故事的转折，呼，一点点靠近，在过程中倾听，习惯了若即若离，眼神感应，一步步接近。早。我们边邂逅边追寻，爱的夜空里的星星，互不两颗心在一起，就找到成长的意义。庆幸遇见你，心跳声的临界，防备渐渐在瓦解，目光竟有点不自觉，跟随你的视线，跳动的心依然执迷，这就是永恒的命题。我们边邂逅边追寻，爱的夜空里的星星，互不两颗心在一起，就找到成长的意义。庆幸遇见你，哦，江医生在呢。回来了。他们说的那个纪录片什么时候开始拍？这个我还真不清楚，但这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吧？怎么没关系？我还打算露露脸，顺便征个婚什么的。这么着急啊，李医生？哎，我倒是不急，关键我妈催啊。你这种有女朋友的人是无法理解我们这种单身狗的痛苦的。叶医生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们今天没排班啊？哦，我明天。哦，我下午。
不好意思，你看，我不知道你要回来，我也没收拾。没事，我收拾就行。没事，马上就走了。你好，安心医院儿科，请问叶世兰医生在吗？我就是。麻烦来一趟新院长办公室。哦，好的。新院长办公室？难道真的换院长了？好，我本来也觉得没有必要跟你这个陌生人说得太清楚，可我就告诉你吧，我是安心医院的院长。官网上怎么也不更新？不会是真的吧？会不会是新院长，姓辛，辛院长？院长，我是儿科医生叶石兰，是人事部通知我来的。请坐。哎，听说有人在桃园钻假冒新院长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知不知道这事儿？我知道，还是我拆穿的他呢。干得漂亮。谢谢。院长，都准备好了，一会儿记得下来开会。好。你好呀，叶医生。你刚才是故意的吧？对啊，我记得你喜欢开玩笑，还满意吗？你是从桃园村诊所调来叶医生吗？还是你是他的双胞胎妹妹啊？哎，你这样真的很让人不习惯，放松，自然点。原来您真是院长啊！不怀疑我了？不怀疑。那就好，喝茶可以吗？不用了。高院长送的，茶还不错，你也尝尝看。不用。你不想跟我叙叙旧啊？朝夕再次承诺，先把鸭棚打扫干净，鸭粪堆到后面的菜坛去，舀两大碗，搅和一碗。谁上山了？他，你真是个骗子！叶医生，请喝茶。院长，在桃园村，真的是我鲁莽了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是我让你受罪了，我在这里真诚地向您道歉。对不起，
叶医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事确实是情有可原。村里老是有卖药酒去骗钱，冯伯伯又指认了我，你也是出于好心想要帮助他们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这好心办坏事儿，终究是件坏事呀。你觉得呢？也对。Beautiful.